主要是教农民怎么维修自己的农机这样，因为之前可能经常会遇到说，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可能要就是农机有问题要送修的话需要比较花时间，那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可以教授就是我们的农民他可以基础的一些维修的技巧，那这样子方便他们就是在田区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可以自行的排除一些问题这样。同一个时段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农产加工的课程，那主要课程的内容也是透过我们使用一些在地的农产品农作物来做一些加工这样子，让比如说有一些像是在地的蔬果它可以有一些多元的应用，对，那如果农民他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课程去开发一些自己的产品这样子。我们目前的话是每学期固定会在这边开课，那课程的话是春秋季两班都会有。We'll be right back.